Hello， 大家好，我是俊蔡成俊，我现在是在台湾，我在台湾旅行，我带家人来旅行，然后我们在台湾的日月潭，我在这桥上非常摇晃，有没有？我再给大家录一个自我介绍视频，我叫蔡成俊，今年22岁，金牛座，180公分，77公斤，然后非常喜欢唱歌。Hello guys, my name is Jun and I'm come from Malaysia. For the next, I'm going to present 3 different language songs to you. For the first one.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ll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ill don't forget me, I'll beg, I'll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it lacks in love, but sometimes it's her instead. Sometimes it lacksLove, but sometimes her instinct. 非常喜欢唱歌，然后唱歌这一个东西呢，就是在我从一个五音不全的小男孩，就是一直不断的学习，然后也没见过什么老师，就是一直跟朋友们请教，到现在都一直非常坚持一个东西。然后我会弹古筝，古筝学了7年，不过断断续续的，有时候就是很久没弹了嘛。不过就是还会，就是这是我特长古筝。然后呢，我会弹 keyboard 就是在。网上自己学回来的，然后呢，我也参加过江苏卫视的《看见你的声音》和曹格老师合唱，还有就是广东卫视的《我是直播歌手》全国15强。对，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哦，淡淡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却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笑我太傻太懵懂，我爱得太重，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就你看我都一直去旅行，就是去玩，带家人去玩，就是觉得人生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就是该享受的时候享受，然后非常爱笑，非常喜欢到处逛的一个小孩。对，然后呢，这是我啦，就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多多接触。 Okay, for the last songs, the Cantonese songs, this is my favorite song as well, 日本小夜曲。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意义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奏，明月拨意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接依靠，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接依靠。 Yay, thank you, 这是我的3首歌，然后呢，多谢，希望很快可以和大家见面。 See you, bye bye!